什么不跟他们走，任风沙将你吞没，这片荒漠不是抬头就能望穿的辽阔，天是无边轮廓，地是用荒凉汇成的河，而你算什么？好渺小的人啊，还在等走失的星火，指望着，相信着，仰望着，嘲笑我吧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这个玉佩啊，一看就很名贵。原来你阿狗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嘛，你是知道新王身上有不少好东西，想去捞点油水，对不对？还得是你阿狗啊。这玩意儿啊，够孩子们吃好几年了。白菜，放我出去吧。喂，把玉佩还给我。还给你？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连你的人都是我的，你还好意思跟我算账？这玉佩是我找回来的。别忘了，你还带回来一个逃犯呢，他饭量可不小啊，吃药吃饭哪一样不要钱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要这玉佩啊？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嘛，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走吧，爱哭鬼他们要回来了，看不到我们又要着急了。东西拿好啊，别愣着了，跟上。魏兰将军，我忍。孩子们吃饭啦，都化了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大脑袋给大家分一分啊。好嘞好嘞，来，先给我先给我。我也要，今天我也要。阿狗，阿狗，给屋里那位送过去吧。你别误会啊，我是看他伤得比较重，要吃得好一点，吃得好一点才能干活，我才没可怜他呢。谢谢你啊。这个傻狗，不傻了以后，笑起来还怪好看的。那位大哥哥是个大英雄，以后就算我不在也要好好照顾他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吃吧，真好吃。阿狗，你也吃一点吧，拿着拿着。我现在是平民阿狗，不再是王子了，吃糠总比饿死强。这碗都破了，你留着干什么？扔了不就行了？扔了，扔了它，我们用什么吃饭啊？你给它转一面不就好了？吃吧。吃啊！
我在这儿呢。白菜姐姐。就跟冰窟窿一样。哦，我怎么能忘了呢？我去给他煮热水喝。哎，别，每次白菜姐姐的病都是你治好的，所以我们去上吧。你就在这陪着白菜姐姐。这样吧，阿狗兄弟，你照顾白姑娘，我带他们去烧水。走吧，孩子们。走。平时精神头挺足的，怎么说病倒就病倒了呢？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啊！没关系，都是老毛病了，你帮我按压。按一按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按一按就能好？怎么可能啊！生病都是要吃药的。家里应该有挺多药材的，你告诉我哪一个能治你的病，我去给你熬。我的病没有药可以治，我的病也治不好。病怎么能不治不吃药呢？我的病我清楚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因为生病了不开心，对吧？这样，我先去给你熬一服驱寒的药。在这儿等我啊。你快回来。那个炉子上还有点温水，先给白姑。他怎么了？晕倒了。白菜，白姑娘，你在这儿照顾孩子们，我带她去医馆。好，注意安全啊。到底怎么样了？
叹气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妙啊，不妙啊。不妙？没有救治的办法吗？怎么是他呀？你怎么让这个贪财的庸医给我治病啊？这女子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气虚体寒呐。她能治吗？我先收拾你们两个。这治啊倒是能治。哦，只是现在时局混乱，你看这满屋子的药材都被官军给征用了，这要说治的话呀得需要很多的备币呀。他要骗钱，我不治了。哎呀，白菜，命是我自己的，我不要让那个庸医给我治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。白菜，你就别闹了，每个人只有一条命，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，不是吗？你这不是在帮我，是在气我。以前我犯病的时候都是阿狗陪在我身边帮我治病的。我就是在帮你治病啊。别装了，你根本就不是阿狗，你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记得。啊，我不是说过吗，我受伤之后想起来了小时候的事情，以前的事情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？别抓我，不好使，我不去，我们神宗效力是你的荣幸，由不得你不去。别抓我，别抓我，我不去，别抓我。怎么了？不好了，白兵来抓民夫去北山矿场，你们赶快从后门走吧，要是被他们发现我这私藏劳力，那我就麻烦了。快走快走。能走吗？能走。来，快快快快走快走。站住，抓他。你干嘛？少啰嗦，找错就是。站住，都带走。军爷，这是我男人，我们刚刚新婚，还没生孩子呢。照样来走。等等，律法规定不得征召未生育的夫妻去到矿场，你们这样公然的违反律法，不怕被治罪吗？哼，律法那是从前新国的法，如今白王颁布了新律，除了老弱病残外，其他有劳动力的百姓无论是否婚育，全部征召去矿场，直到征满人数为止。白王竟如此不顾百姓死活。统统给我带走。你们敢公然抗命，去叫人。其实我也没那么能打，是他们太不经打了。谢谢，我感觉好多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谢谢。果然他还是不相信了吗？慢慢来，看看你的距离，你看准时机就跑。那你呢？对付他我绰绰有余，你在这儿反而碍手碍脚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喂，you
来是想拖住老虎让我逃命。不行，不管他是不是阿狗，我都不能丢下他不管。还说他一个可以打好这个，也就这样。这个人还算能打，把他们都给我带回去。是。你比我大不了两岁啊，竟然连老婆都有，挺有福气的。什么老婆？你说他，他不是我。哎，谁让我命苦，找了一个这么没出息的。哎，你们可得当心了，而且矿场的目的，你一个女人进去，指不定出什么事。你可得保护好你老婆。可不是吗？你老婆那么漂亮，说不准路上就有人开始打她的主意。哎呀，我才命苦呢，娶了这么一个泼辣的老婆，但我却不怕这一点。我连老虎都打得过，谁敢动我老婆一根手指头，我非把她脑浆子打出来不可。对，兄弟。听说北山矿场是个很可怕的地方啊。那又怎么样，之前我们是新国的奴隶，如今是白国的奴隶，只不过换个主人罢了，早晚都得走这一遭。哎呀，
做奴隶也有舒服的。哎，我听说有的奴隶每天都有大鱼大肉。就算每天都是大鱼大肉，可进了这个矿场，就再也别想出来了。这样的日子又有什么意思？真的再也出不来了吗？就是北山矿场吗？我听我娘说，这里面才是真正的地狱。运气好的话，十几岁的人可以熬个二三十年，但最终也得劳累而死。我父亲在我出生没多久就被征召入了北山，之后一点音讯都没有。我娘说他已经死在里面。任何人一旦进了北山矿场，只有死才能重见天日。少年尚能逃过一劫，如今白国当政，新国的百姓都成了白国的俘虏，但凡有体力能干活的都被送来这里当苦役了。成王败寇，输的人就要任人摆布吗？拖拖拉拉的，一个奴隶还敢摆架子？你干什么？大哥，我男人脑子坏了，他现在是傻子，你没跟傻子一般计较。马总，行了，傻不傻无所谓，采光是个历史活，赶紧走。快点，走，快走。此次一共征来多少人？回禀大人，此次一共征得壮民80人整。大家长途跋涉来到这里，一路上辛苦了。不过最艰难的路已经过去了，矿场的生活还是很好的，未来我们会像家人一样一起生活，一起挖矿。今后你们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说，我会尽力地满足大家，绝不会亏待你们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，不过是故意说些好听的话诓骗我们吧。佛口蛇心真是虚伪，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不要太难过。哎呀，爹爹，这里一点也不好玩，我不想待在这里了，我要去玩骑马游戏。骑马游戏，好，爹这就带你去啊，这就带你去。太好了。爹，快走。好，走，快走啊，咱们现在就走啊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从即日起你们就成为了北山矿场的奴隶，你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为神族挖掘血石。你们要牢记，为神族开采血石是你们的荣幸，也是你们的使命。我为什么要带头反身？
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人族会到达那个地方，我们会亲口对众神之王说，我们人族不会再当他们的奴隶。我不要当奴隶，我不要当奴隶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，这就是背叛神族想要逃跑的下场。你们在这里必须要做到为陈靖大人尽忠，为神族效力。为陈靖大人尽忠，为神族效力。为陈靖大人尽忠，为神族效力。说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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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听好了，我是这儿的百夫长，姓蔡。你们这些新来的，都得给我在这儿烙印，烙好了，才能进到里边去。开始吧。在看什么？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见。多看看吧，也许以后没机会。看起来好痛。是啊，老是烙印，我们就一辈子都是矿场的奴隶了。我们是人，又不是牛马骡子。父王拼死不做神族的奴隶，如今我军，这让我以后有何颜面去见父王和娘亲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先来吧。来都来了，怕也没用。老爷，大哥，老三，哎呀，你别，哎，这，难道你们甘心永远在这儿当奴隶吗？你又闯什么祸？别跟傻子计较，我们现在就去捞。我不捞。啊，狗！我才不要跟他们一样当神族的走狗。什么？我这……阿狗，不要！白菜，你的病又犯了。我老实啊！哎，放开我！敢反抗，这就是反抗的下场。我杀了你。大哥，我不要活下去。小子，以后有你苦头吃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来了这儿就都得听我管。看见了吗，老子可是上等奴隶，跟你们不一样。你们这些人都听好了，就算在这儿熬一辈子也比不上我的位置，都听明白了吗？快点。对不起，不是我的错。不是你的错。既然我要反抗，就做好了承受代价的准备，但想让我乖乖当一个奴隶，不可能。分解了。
大哥，人齐了。齐了。看见上面那口大钟了吧？以后你们挖矿、吃饭、休息，都得听钟声的安排。每天的血石要挖够固定的量，否则就不能休息，也不能吃饭。看见那边了吧？他们就是今天没挖够，别人都休息了，他们还得干活。行了，你们赶紧开始吧。拿着，拿着。现在已经是黑夜了，我们长途跋涉来到这儿，连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，就要挖矿。臭小子，又是你啊！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想喘气儿？干不完活，明天就让您喘不了气儿。别多在这废话，赶紧吧。你怎么这么瘦啊？要不哥给你弄点吃的？别害羞嘛，小姑娘，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哥说嘛。啊？哎，干什么？这是我夫人，不劳烦你费心了。是啊，谢谢关心。有什么事情，我的夫君会帮我的。看什么呀？都看什么看？干活去。人族就是为了这些血石压迫人族工作，可这些血石对他们又有什么用呢？看什么呢？给我，瞅你，用点力，快点！你身体还没好，累了一天也没吃过东西，别挖了。可是挖不到规定的量，会没饭吃的。你们都不饿吗？干活，别磨蹭，好的。没事吧？大家舟车劳顿来到这儿，一整天都没吃过东西了，能不能先让大家吃了东西再干活？小小一个奴隶，口气倒挺大。你这是要来做我的主吗？我们是人。不是猪狗罗马，人都是有尊严的，我就是看不惯像你这样自以为是人上人的狗。行啊，你小子有种，既然大家都是有尊严的人，想必也不吃嗟来之食。那行，今日的伙食就减半。哼，你们大家快来谢谢这位仗义直言不愿意做狗的小兄弟吧。阿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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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少说两句，你一定要让大家跟着你饿肚子才开心吗？干活。好了好了，走走走。快点，大哥，要不要给这小子点教训？不急，他想吃苦头，我后面有的是苦头让他吃。
别挖了，你手都流血了。没什么，我挖得快，你累了你就歇会儿。你去休息吧，我来。放饭了。啊，放饭了，放饭了。快放了，吃饭。哎，走，吃饭去。开饭了。你不去吃饭吗？哎呀，走吧，狗哥，先吃饭。走吧。哎呀，先吃饭。走。吃饭啦。挤不进去啊！这样，你们在后面推我一把，帮我蓄点力，我冲去。来，三二一，我就冲了。来，一二三。若注定孤独无解的